Yo, welcome back to my YouTube channel。睇下呢条友系边条边条友嚟嘅？我系肥哥。肥哥 Sky Young 啊！现在他就来到我们他江的这一个观音庙啊。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的。他江人都不懂吗？真的不懂，有经过了。我以前小时候，妈妈有带我来过这个。啊，江你厉害了。我是刚来啦，然后又下雨啦。OK， 我们先来跟大家讲讲话，介绍介绍一下，拍一个场白这样。你看我们背后这个几漂亮。其实这个背后是什么啊？让他来讲比较好啊。我没有很专业。我也没有很专业啦，就是一般福建人都会啊，以前老一辈会做功德啊，功德法会。啊，功德法会。然后等下呢就有什么啊，你讲惊喜啊，惊喜就是我们今天会请一个专业的飞机师、哦、专业的飞机师，周末你要叫他叫飞机师。现在他们在做事情的就是一样哦，就是每一间庙做什么都好，都是有做事情的嘛，请神啊，明天要拍啊。对我来讲呢，我用很通俗的语言去讲，这个是叫做开幕仪式。这样讲比较容易明白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刚刚我们所看到的画面，它就是拜前面拜后面，对不对？当时就是念经哦，然后他们前面就是拜这个真空祖师，然后还有佛祖。前面叫做真空祖师。真空，因为这个是真空教嘛，所以他们就拜这个真空。整个真空包装这样。然后等下有什么啊？后面那个。后面那个啊，做大戏哦。做大戏。嗯、这次有大戏看的，可以拍，对不对？几认真，太认真了。认真哦，认真，请到一个很厉害的飞机师。我找到有人讲，有人啊，爱很多人来飞嘛，所以我们请到很厉害的一个飞机师。飞机师，飞机师。我是何兆奇，做高级。嗨，我是肥哥。刚刚不是做介绍了，还要介绍？怎么你这样可爱的 ？OK， 现在就是第二场了。好了，他就要开工了。这个是什么来的大戏哦？他在跳，这个是什么角色？他这边有一个牌的，看到吗？那个、这个牌，双状元、啊、兄弟双状元。如果差很多，我
会。好了。我不会讲福建话。哦，你不会讲福建话。啊。他讲什么？讲。subscribe 不高，但是也比我贵了。哦。也突破1000了。现在是这样的啦，还好订阅不重要。现在就是在讲话，然后好像对话这样，看大戏哦。兄弟兄中人。然后讲真的啦，现场看大戏我是第一次看的。那你坐在那边，你慢慢听，很有意思的。对。不同的。开船啦！哇！开船啦！开船啦！开船，开船。啊。这个就是什么以前的舞台剧，舞台剧啦，啊，舞台剧哦，啊，你看哦，现在啊，刚我们现在这个是什么？叫舞台剧，啊哈，舞台剧嘛，等于是看戏，所以现在就是我跟你第一次看戏啊。有没有很烂他的这个笑话？再整一次。你大我很多年嘛，九零年嘛，他小你95啊，哦，我大一年了，他还巨啊，我还高，猪盘高腰，咩猪盘高腰，真系衰啊你，咩猪九不如，五衰衰格。现在他们那天你们看到的情况呢，就是，在这里嘛，空了，然后现在就搬出来这边了，就是他们的第三天。啊，喂，然后他就在这里拍了三天。这是我的工作，有需要派功德发挥的找我。对了，找他就对了。白事啊，也是可以找我。OK， 也可以。打一下广告。啊，哎，这个很夸张一下，我相信刚刚你们有看到那一个我们用 drone 拍的，差点那个 drone 要坏了，冒冷汗了，没有电了拍到。然后现在就是等他们所有的那些宝全部放完，然后就画宝，就是跟以往的影片一样啊，就最后就是画宝。这个飞机师今天来了啊，然后什么感受？你拍了三天，很累。之前有拍过了是吧？没有哦，所以是第一次啊。漂亮啊，那应该是拍到很漂亮啊。所以影片呢就到这边了啦，啊，然后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啊，打开你们的小铃铛，然后 share 我们的影片出去，就是这样子了啦。